圆周学记，李贡。皇帝二十又三年，制诏州县立学，为使首令有辙有余，有趋利丹律，知顺得意，有假官见师，苟据文书，或连数臣，无送贤身，唱而不和，教泥不行。三十又二年，范阳祖君吴泽至元州，始至近诸身，至学官缺状，大举人才放师，如校扩书，我以称上旨。通判引川陈君深闻而视之，亦以克和。向旧夫子庙狭隘，不足改为，乃迎至之东北隅，掘土造缸，掘位面阳，掘材孔梁，瓦辟有恶丹漆，居以法。古殿堂室房五门各得其度，白耳器备，定手皆作。公善力勤，陈业展力，愿明年成。设菜且有日，须将礼构审于众院，为四代之学，考诸经可见矣。请以山西敖六国，玉帝万世，刘氏一呼而关门不守。五福健将迈翔恐后，何也？诗书之道废，人为见利而不闻一焉耳。孝武陈丰富，世祖出荣行，皆孜孜学术，俗化之后，言于临县。草毛为言者，折手而不悔；攻略正主者，闻命而事兵。群雄相视，不敢去臣位，上数十年，教导之节，人心如此。今代遭圣神，耳缘得圣君，必尔由详叙见古人之机。天下治，则善礼乐以陶无名，亦有不幸，有当服大节，为臣死忠，为子死孝，使人有所法，且有所赖，是为国家教学之意。若其弄笔墨以要立达而已，企图二三子之修，亦为国者之忧。